故事，这超屌的！在路边等待的人，你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等海姐一起去运动。她为什么不出来？她现在在懒惰，要躲起来。Go！ 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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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是一直播当中
手机过烫过热，所以刚刚已经冰了，你要不要再摸摸看？哇，要烧了。对，大家太热情，所以现在卡住了，现在没画面了。哦，进来咯，进来咯。对，你就是我的 pretty pretty lover， I nee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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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ou girl， I need I need oh I need you girl。鼻子这个好不痛哦。喜欢你的心，喜欢你这，喜欢所有剧情，不喜欢没有你。忘词王 ，I am 忘词王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 BB 石进，这次有。来内地，这次来到广州跟北京宣传啊。在广州呢，开了一场音乐分享会。那其实，这个音乐分享会决定的太突然，对。然后，但是，当天来了很多我的 BF 家人们，所以在这边特别感谢你们。然后，我觉得这次的音乐会、音乐分享会也还蛮成功的，完成。那。在北京也是去了许多电台啊，或者是电视台网络节目的一些直播，或者是节目上的录音，对。然后这次也特别来宣传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，对。来这边有其实突然就是鼻子过敏比较严重了，所以有一些状况，但是我会赶快好起来的，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，对。我们在演唱会小巨蛋见，拜拜。